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。可惜这样失去你。报长，我要请假。对，我就是要去跟踪沈宇，我去抓他现行。借你点油吗，老朱？魏明，你等会儿啊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出门忘看油表了，车趴了。出差啊？什么？出差啊？啊，是是是。哎，魏叔叔。哎呦哎呦，哎，干嘛呀你们？魏叔叔，哎，你是天神啊？啊，快贡献点油吧。否则女王行动就泡汤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哎呀！商人啊，就是从内到外透着那么虚假，就是趁着这机会搞个亲子活动。女王行动啊，我真鄙视你。哎，那你这趟是干嘛去的？不是谎称去出差吧？我为什么要谎称呢？啊，我就是去追踪沈宇去的啊，我就是去抓奸夫淫妇去的。还一教授呢，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怎么了？我真诚，是不是？你别心里敢这么想，嘴上不敢这么说。说谁？说你呢？我给你看点东西。你知道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吗？两瓶磷酸，一瓶泼在左脸，一瓶泼在右脸，剩下的就是安眠药，给我自己准备的。你信是吗？这张脸是不真名。好，恕我公务在身，汽油我是一毫升都不能借给你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别，我的车我让人拖过去，我帮你用。毕竟不是每个人在这辈子都有心能帮我杀你狂，对不对？在你头脑发热的时候，有个人劝着拦着，对不对？不。我对我自己很了解，啊，我敢于对他人疯狂，但是我很有可能对我自己下不了手。我说，到最后时刻，如果我在服食安眠药的时候犹豫了，麻烦你帮我把他灌下去。
水壶里的水已经给你装好了，你想喝热水啊，你就按下开关就行啊。嗯。那个水壶边上有一个罐儿是装茶叶的，罐旁边有水杯，插勺的那杯子呀是咖啡杯，想喝的时候自己冲。嗯。手机我已经帮你设置成一键呼叫了，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叫我们，把它放在床头柜上。嗯，一路过来都挺累的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们早点休息。晚安。就留他一个人啊？你还想陪他过夜啊？怎么一说话就色情范儿啊？回到房间，给魏明打个电话吧。就算要离婚，也没必要结仇吧。我已经到彩虹国了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不是你们不就是扑到那儿去的吗？魏明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哼，我跟你吵了啊？我会为了这点事跟你吵架吗？他挂我电话，他。哇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漂亮！小薇，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。小薇，你们都出去了啊？我带晨晨和克亚在公园玩呢。你到了？都安顿好了，放心吧。你和沈宇啊，多多照顾华瑞民，家里这边有我呢，你就不用担心。嗯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嗯，处事不惊，遇事不乱。静静，那你不乱你虚，你不乱你。加油！我冲！我冲！加速！加速！加速！吊带装。哇塞，你是魂不吝啊，别那么三俗行不行啊？你喷那么多香水干嘛呀？我就是不太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进别人房间是吧？礼节嘛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没收过吧。我就那个想泡杯茶，想运动风。没事，没事。还好水不是开的，要不然烫伤了。我就说放他一个人不行吧，各种不方便。我就那个不小心。咱们两个还是留一个人看着他吧，也行。这又不是病房。你一个人不行。那你留下，不好不好，还是你留下吧。我那个行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没什么。
那你照顾他吧。啊。睡觉吧。节操都碎一地了，还敏感。喂，餐饮部吗？哎，我是水上屋16号，我想点夜宵。的确还没想，没想到我们居然又能共处一室。我会跟魏老师解释。不用管他。是吗？不提他了好吗？谁啊？你好，服务员，您要的宵夜到了。宵夜？你肚子饿吗？顾小薇，玩这手猥琐不猥琐呀你？啊！不是，什么情况？莫名其妙，还送宵夜？我告诉你，我连日奔波，我累着呢。我刚躺下就被你吵起来，是不是故意的呀你？什么送宵夜啊？你梦游呢吧？敢做就别不敢承认。你要气不过你陪着去啊，我还乐得躲清闲呢。哎，我说你。行，你要是嫌累就换我，我去，行了吧？怎么，还舍不得了？你去呗，你不就想这样吗？开餐了，哎，正好，今天在这儿露营，不用开车，咱们喝点。魏林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学会适应黑暗，摆脱用视觉来做任何事情。干嘛呀，顾小薇？没有人能永远的活在梦幻里，都得回归现实。我去摘点餐具和食物都在这儿，尝试一下。去找小薇，你别这样，别让我在你们面前难堪。我们三个谁没见过谁啊，有什么可难堪的？小薇，用餐之后继续学习分辨环境。你觉得你这样太残忍了吗？你记住了，我们过来不是玩的，是陪他过渡到以后的生活里。那离他还有多远？为什么不能让他多看一点，多记一点？你为什么要让他陷在你的生命？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
从半失明到失明，还有一段时间，还有个过渡，也有个缓冲，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，那更受罪。告诉你，没有劝你这样。我们能陪他多久？我们还能陪他多久？胃不舒服，给两片药。胃舒平，副机长。胃舒平，感冒清黄连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药棉绷带创可贴够全的哈。你不说里头是硫酸跟安眠药吗？先毁容神宇，然后自己服安眠药自尽。我拿错了，我出门的时候太过慌乱。我本来准备好了，搁在那个出门的那个我们家鞋柜上，然后行了，别装凶汉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这里边有胃药？是不是昨天晚上趁着我睡着了乱放我东西？你有喝过药吗？你总叨叨沈宇胃不舒服，老忘吃药，多少回了，总在我们面前数落他，让他不高兴。不是我说你，就这回，明明是老婆忘带药了，自己担心了。非得摆出一副大屠杀的架势，蜜糖与嚼食，对你自己好处吗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做事情还不能点自己风格了？谢谢啊，没事。哎，你就完给我拿回来，你吃不了一盒。说，干杯！干杯！哎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不是你的，你干啥呀？非要啊，让我们难堪是吧？这个人我可以抓，你就是那个假内涵，真伪善。你像那秋爷那挪过去，你不觉得猥琐啊？不是我怎么猥琐了？你没看见呀？哎呦呵，这个摸摸那个小手，那个摸摸那个腕子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你老实说，你让我们过来，是想让我们抱你还是陪你？我是用我的脆弱。记得小时候，小薇总能找到特惊悚的地方。你别提了，那时候沈宇可讨厌了，明明胆儿特小吧，他还特粘人。啊，要不是我，他能带你玩？你大爷！你大爷！这样，咱们人可以不暴露哈，但是这个医药箱必须要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你听我跟你讲，只要沈宇看到这个医药箱啊，看到这里面盛的满满的爱心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在那种见鬼的震惊中无地自容，羞愧至死。你信不信吧？离开这里之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会
所以我的未来会很梦幻，很梦幻。怎么觉得那边上是我们家老朱呢？打电话了，他们打电话了，快打，咱们互相打。狗屁倒灶的事情你最有智慧了，少说废话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世界末日办公室都找我去设计方舟了。走过来了，快快快快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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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太大了。这家伙才喝多了呢，一杯一杯往下灌，看着他点儿，别让他尿裤子。你就是一张狗嘴。他真能相信他能梦幻的生活下去吗？他不说了吗？要跟我们一样的活着。我们啥样啊？我马上会跟一个眼看着就要发福，接着又会被三高困扰的老朱专横地盯着他，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。还是你形象好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个孩子顽强的生活。不过必须乐观面对，或者跟那个矫情的家伙继续战斗下去。魏明老了吧，一定是那种特别遭人厌的老头。肯定觉得那种年轻教师啊，这不行那不行，要没有人帮他打圆场陪笑脸，还真是不放心。跑出来了，让他想他了。他这人有
多遭人烦。口口声声说要理智，要理智，遇到事儿就唧唧歪歪的。我和老朱也是他会耍脸子，敢问我吵架才踏实的。我见过好多白头夫妻，吵起架来都是你死我活的。哼，因为放了心相依相伴，所以才敢放肆。那不也挺好的吗？你和伟林不是吵架吵离的，是做错了决定，想得到以后的生活，那才幸福呢。说什么梦幻，他要活出我们的样子才放心。老朱啊，你挺好的，真的，毕竟只是感情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正的负的啦，好了坏了的，这个终归是有点复杂嘛。数百里兼程，如果单纯就是为了送药，多温馨的情节，多温暖的情怀。可是携带了跟踪、盯梢、胡乱猜忌，是不是猥琐的自己都不好意思见人了？跟对方一起走了这么长的路，我们就这么不相信他们吗？其实我在考量离婚的这段时间里，脑子里出现更多的其实是一些美好的事儿。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那些鸡零狗碎啊，我们这段磕磕绊绊的婚姻也算挺温馨的。对呀，就是那些鸡零狗碎，总觉得不好啊，还总冒出来。我知道我自己心里纠结在哪儿，老朱，我一直很心虚，我怕我不能成为他心里的那个人。我有时候也这样。伟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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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我刚下去陪他做完损失的时候，结果发现越野车没了。啊！船长，哥俩，快出来！快去看看！来了！快！哎，不是，你给我弄出来！哎，哎，你给我弄出来！啊！请问一下，这个678号的房客去哪了？啊，他们一早就退房间了，但具体去哪儿了，这我不太清楚。霍伟林，你听得见吗？霍伟林，附近都找遍了，没人啊！你再给他打电话看看，一直在打，没信号啊。早上到现在很长时间了，这视力又不好，给我出什么事儿了？别慌别慌，他把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定是有意的，不是走失的。那是我们说错人话了吗？不应该吧？都怪你，你非要蒙他眼睛，让他装什么瞎子？你太恶毒了！我是在帮他，我怎么恶毒了？我？你还说什么？我们跟他在一起，想的都是自己的老公。你少说了，你一张嘴叨逼叨的，你有闲过吗？你我傻你也傻呀，
街角，往日的誓言哪里找，一点一滴随风飘。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遇到，情再深只是命运的玩笑、啊、梦迢迢路遥遥，你已经走掉，我还假装过得很好。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遇到，爱在悄悄云渺渺，想你的煎熬，我只能对着月亮祈祷。你说过要陪我我，谁都不想要，甜蜜的拥抱，狂热的心跳，化作雨丝将我缠绕。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遇到，情再深只是命运的玩笑、啊、风悄悄云渺渺，想你的煎熬，我只能对着月亮祈祷。喂，魏老师，我是华伟林。不是华伟林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先别急啊，你把免提打开，我知道老朱跟你在一块呢。沈宇跟小薇现在在度假村往西27公里的黄金谷，高速公路第一个出口500米。出现在视线里，所以我担心会成为他们心里永远的负担。我策划了这次旅行，对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害怕成为两个家庭的困扰。于是我炮制了各种煽情的理由逼他们出来，还想把自己往恶心的弄得他们烦我讨厌我，但我策划的招一个都没用。我就已经发现我错了，下车。他俩心里的那个人早就是你们了，一直都是。有时候只是相濡以沫久了太习惯，心里偶尔会晃荡一下，误以为爱无处寄放。华伟林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们来接你，顺便给我们上了一课。不
伟林。放心吧，华伟林对自己的未来比我们想象的要淡定。他人呢？他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的未来会和我们一起。怎么不带着药啊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是不是继续吃药继续吃药，你就是不听，你当耳旁风是吧你？别这样，让人笑话了。我怎么了我？你说你没我在你身边行吗？跟老公提离婚，你再给我提离婚俩字试试。我这一路多不容易啊！我好了好了，不离婚啊！谁说要离婚了？你说的。这就是我眼中的爱，爱是妈妈为睡梦中的我掖好的被角，爱是爸爸说教时乱飞的唾沫星。有人说，爱是梦幻的颜色，而我说，爱就是身边点滴的喜悦。爱就像空气，虽然温度、湿度适宜的情况不多，但它依然怀抱在我的身边，为了我。滋养我。我女儿，她演讲比赛的作文在学校拿第一名的。哎，你们看，新娘来了！哎呦，真漂亮！哎呦，真漂亮！
喂，华伟林，不掏个红包就想走，没那么便宜的事儿。小花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这点不好，不成熟。王老板，华伟林他不成熟，你怎么也不成熟啊？怎么做的朋友？伟林，从爱情到幸福，你应该为我们见证。华伟林，带上黄老板，赶紧过来，快点。我们青春并不完美，坎坷、挫折、伤痛，都是我们成长的代价。但我们从未放弃追寻幸福，即使赤脚踩在荆棘上，我们依然面向阳光。我们祝愿每一个人都能秉承善念，一生被幸福环绕。心里珍藏那么久远却无法遗忘，有段时光总忍不住回望，心上的人儿不知在谁身旁，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那么甜蜜，还带着感伤。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？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，越是悲。在心中绽放那么甜蜜，还带着感伤。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？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是被他捆绑，爱过就不能忘，思念刻在心上，日久天长也变成了信仰。爱过就天上也变成了星。